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大师。好，我们来挑战这一次中秋节前夕的生命之轮的运转，《绝地重生》第一集《因陀罗》。那大师已经把生成就都打完了，那我们这一次用光系带来解成就。那如果没有光系带的话，你可能会比较难打。有人，我是有看到有人用兽队打过去的、啊，你就是要磨很久，用那个哈萨去打。那我们队员带的是这些，然后龙科我用九方王。那我提供的是打法是，你其实可以带那个减光属性成员 CD 的龙科，其实会比较好，但那是习惯用九方王啦，所以就没换了。而且有那个两回合连持，我也比较放心。好，第一关要魔技能哈。啊，我在干嘛？那这边呢，至少先打掉一只光属性或是木属性的。好，再一次。不要，哇，这天降，哇，给我直接带走了。哇，傻眼。那这边稍微洗一下技能啊，在后面才会好打。然后记得补血啊。平均打一场大概十几分钟吧，或二十分钟，我觉得都还可以接受啦，不会算是很难的关，就是很难的关卡。如果你有这个队伍的话，前提，然后空间够。然后用那个印度神其实也可以过啦，但是大师不太习惯玩印度神，希腊队比较无脑，比较好打。哎，好，好，技能还没跳，好，再洗一次。这边随便转就好了。哦，不过姜子牙 CD 比较长，没关系，还可以再洗，就是有点耐心，慢慢洗就好了。好，直接带过去了。没闯过去，傻眼。没关系，我其实有在洗技能，各位。哇，没水珠，没关系，反正你也死不了。
该不会还是没水柱吧？傻眼。嗯，好，有了，可以了。好，第二关。那第二关先开一个魔力皈依，然后转掉一回合。其实魔力皈依，你这第三关开其实也可以啦。然后这边的话就开我们的路西法玄冥灵量，然后开一下光系大，其实光系大应该上一口就可以洗了，然后再开露娜。想一下这个为什么都移到这，可这样康博数好像很少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就这样，这样会过吗？搞不好不会过欸，天降太少了。好，还好。然后这回合，好，这边生命钉，再开一个路西法。看一下哦。好，这样。然后这个队伍是主要是解全神成就跟光属性的成员，只能解两个成就。那你一样可以用这一队的配置把姜子牙拿掉，换成其他属性就可以了。就可以达成另外一个其他两种属性以上成员的成就。好，其实我打算是在这一关再洗一下技能，不过好像有时候有点难，因为会缺停攻击。你缺停攻击的话，就一次带走两只了，就比较不好洗技能了。好，我们先，我想一下哦。这样呢？哦，一样是全体猪，好吧。哦，一样带走。啊，我把关系啊，运气取消了，没关系，这边再把它烧回来。然后这边就是等到敌人打我们之后才能攻击对方。然后这边按转性强化腐蚀，好，这边的话我开龙科，然后因为现在没有性腐蚀，我看一下，今天攻击数最多，这次攻击会 OK 啊，这边其实可以开啦，其实这边要姜子牙其实要在王二的时候开会比较好。不过我们可以用叠柱的方式去对王冠造成伤害，去
所以这边为了保险起见，回血的话，我们先这边开我们的姜子牙，然后啊，我音节忘记了，嗯，好，然后转完之后再开农科 ，OK。好，有开农科一定过了，即使你 combo 没有到很多，也一定过。哎，没错。好，28000。好，然后要七康博哈，火水，按，好，这版面刚好，好，带着走吗？好，带不走，然后没新珠，尴尬了。嗯，赶快重来吧。啊，因为我没有印记，有印记可能不会，然后又没新珠。想一下，3333。哇。哎呦！哇，这肯定不会过了。新珠啊！啊，所以刚才不该开姜子牙的啊、哦！哎，竟然过了，吓死我了！好，然后这边。啊、其实保险做法应该在那一关不要开姜子牙啦，你到这一关再开，确保新珠不要被断掉。然后龙科还是尽量带有减 CD 的，其实会比较好一点。好，可是那个减 CD 也是随机两个神组成员啊，所以你也不一定会解到两个路西法。然后这边哦，这边的话是不能消水火木暗手消。然后你要消除光符石30颗，那你达到这个条件它就不会攻击你了，所以你这边也可以洗技能，只要你不要太衰，应该都可以，应该都不会被打到啦。好，我们先点一下印记。好，他不会打你，不要怕。所以你只要到王二，基本上光希腊这个队伍是一定可以过了。好，然后这时候可以开了玄冥能量。那我们开完玄冥能量会有暗符石，暗符石就用叠珠的方式把它叠过去。想一下哦。好，应该过了啊。好，哎、欸，还没有，没关系。34。木转星是火转暗，有火标。好，那不要弄路西法，直接转。要在装什么？我转错了，我又没有把这个叠珠叠过去了。好，没关系，再一次。
不能小水哈。这样呢？好，够了吧？好，这一对就推荐给大家。好了，不要像我一样失误就好。你看我失误还能过啊，对不对？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。通关三次会有造型吗？我看一下，因为这是大师第三次通关过。啊有欸，好，我们看一下造型长怎样吧。造型，造型。嗯，很普通。好，然后顺便给大家看我的工会的排行榜，有人用什么队伍？有人用哈萨，我觉得他蛮有毅力的，很强。这一只，哦，用哈萨，哈萨怎么打、啊？他不是磨超久吗？不过哈萨应该死不了吧？哇、哦，那很厉害哎，你。你最后还不能手消水火木光，哎、欸，水火木暗，然后你又靠木珠叠珠，哇，这个高转珠啊！不过应该也死不了啊，你可以慢慢转，这他花了三十几分钟，蛮正常的。那有那种印度神，大部分都光希腊啦，光希腊比较好过。那有那种那个库拉皮卡，库拉皮卡也是可以过啦，只是大师没有摩斯，会比较不好打。好，那这集到这边结束啊！喜欢频道的话，频道主要放图片，按下订阅，右脚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影片，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